娃吗？约好了，但是我还是选一样的牌子。那你等一下教我。他有一个，我等一下给你一千的课，他有一个课，就是你课在用。刚才浪把它打那个房子塌掉了。
你呢？你知道为什么大船旁边都要有一个小船吗？啊？因为要带它出港，出港之后小船就会，那叫什么临水还是什么？苏黎世运河。是哦。可是他们说是一个风，要用埃及的啊。所以他就说明明是他们的问题，然后他反应。